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做会，九齐三归。啊，下礼尊念，我地主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。皈依淡摩利亚中尊，皈依正伽诸众中尊，阿舍利尊念，摩地主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淡摩利亚中尊，皈依正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尊念，摩地主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淡摩利亚中尊，皈依正伽诸众中尊。听看大经何住？第681面，对下面呢，第一行，你要两句挂起，有文字物，文阿弥陀如来。记得名号，说话音声，如上种种口业，希薄改得下团。你如来家已经得平定口业，那是王星论注解，淡然法师讲的，这是古代定中的一位大德，可惜呢，后来人无甲伊啊选做正宗的祖师，伊啊确确实实有资格做一代祖师。阮阿弥陀如来就是南无阿弥陀佛，这是弥陀具足名号。这四字非常重要，这个德包括弥陀的正德以及修德。正德修德拢达到究竟圆满啊，所以称之为至德。啊，安尼先，咱就会体会到，世出世间一切法，佛菩萨祖师大德，常常教导咱呢。哎呀，断恶修仙，哎呀，这功累德，我们安怎等？先啊，要安怎修？功德咧如何积累？
有几个人知影呢？啊，咱正宗同学，如果当年听经，毋免讲多，就是最近这三年，会当听大经演义、大经考注，对有记得名号，应该理解。就是啊，这一句阿弥陀佛，你念六字会用呢，加着南无阿弥陀佛，念四字嘛用呢。那等恶呢，都用一句名号，念一句名号，如恶不断。啊，众善奉行嘛是这句佛号，这句佛号无善不包，拢包括伫这个名号当中。啊，这功累叠咧，也个是这句名号，这句名号全部包咯，要去倒位去找呢？这么简单，这么容易。消无量劫的罪业，修究竟圆满的善法，累积亲像阿弥陀佛同款的无量无边的功德、啊圣德、咒德，拢是一句名号啊！为什么唔肯念？从什么好事拢嘛，不如念一句阿弥陀佛，这个不得了啊！无比这个啊，更加殊胜的名号咯。一句名号，那通达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。修行正果的法门，拢未当超越啦。乃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学、所修、所证，无论是圣德是修德，嘛未出这句啊名号。那、啊、这个名号真正不可思议的功德啊！啊，在咱这个世间，咱这个世间的人福报无够啊，袂当讲一天到啊24小时袂中断呢。听闻。到极乐世界，你就办得到了。极乐世界一切时、一切处，你啊，拢嘛会听到这句佛号。这句佛号，你极乐世界永远的未中断。佛无量寿，名号无量寿。众生听闻是无量寿、啊、所以在那地成佛容易啊，成佛真紧啊。那个这个排在第一，记得名号啊。啊，咱这个世界。现代人有福，啊，60年前的人比不着现在人。现在有随身听，60年前
录音机发明咯，外国有，中国无。啊，真少未普遍。现代随身听，迄、那个机器真细，真手机啊，遐大。即句佛号，每日24小时未停的咧念。你惊吵到别人，用耳机来听。仿佛啊，都伫个极乐世界啊！你什么时阵会让即句佛号听出气味来咯？把这个欢喜心听出来，欢喜呀，充满啦，你就得受用。开始听，因为习惯也无转过来，可能听个真烦，听久了，慢慢建立境界，会生欢喜心吗？那功夫真正得力咯啊，是欲罢不能咯。这个佛号啊，唔通中断啦。就那像那个身心的养分，能吸收养分，几多会吸收？伫弥陀名号来对吸收。现在咱做会到了，咱的这部无量寿经1200小时，都在一个小的机器里底，你可以播送，也让不间断。啊，每天把电充足，也让不间断。无论是听经念佛，拢嘛会达到极乐世界上殊的境界。对念佛的人有真大的好处啊！在这款环境的内底，哪会讲未往生的道理？啊！伫遮就甲你讲真话啦，经主甲咱做证明，无比这个方法，搁较好的办法无咯。这个方法超过84000法门，超过无量法门，有幸这一生去拄着咯，真正不可思议啊！拄到希望，咱啊真正个抓到。啊，现在这个世界社会动乱，啊，真侪大国。也伫咧发展啊，新武器啊，发展这物件创什么呢？准备打仗啊！每一个人拢知影，世界大战也是爆发。结局啊是什么呢？地球的毁灭啦！地球若无毁灭啊，地的地球上的动物呢，恐惊是拢会毁灭咯。
啊，这是一个毁灭性的战争，是大家啊同归于尽的战争。打败这方面灭咯，打赢那方面地就嘛灭咯，最无胜负，同归于尽啊！啊，各咧做一款王师。啊，咱希望着，真正的加工用心，因为咱所看到的这个现象，伊毋是好现象，警察枪走火，引发大战，所以咱都要念佛往生，叫做世界。多少时间呢？七天，七天未发生战争，七个月嘛未发生战争，七年都靠不住了。那我就过讲，大概一年啦，也未发生战争。在我想象当中，咱这年的时间是不是念到啊？是功夫成片呢？念到五八阿个往生，这重要啊！啊，理论上来讲是决定可能。弥勒经有个人讲，六一日、六二日、六七日拢会往生。咱看了往生团内底，因可法师念佛三工啊往生，拼命念，认真来做，一心一意想要啊往生极乐世界，无第二念头。蔓延放下，咱按你做在用力啊！绝对啊，唔通去拖延时间。啊，咱活在这个世间，念佛听经呢，都是为了家己。那有缘的众生拄到，人一定要帮助。帮助伊什么？更伊啊念佛，更伊听经。现在这个时代，上盖好的啊礼物，都是送念佛机给伊啊，送那部经机给伊。咱的无量寿经这部经啊。一个小机器呢，伊会当啊听经，会当念佛，这是啊，一切礼物当中最珍贵的啊。啊，跟伊讲有缘的人，我真正在做，我即卖在做啊，希望立马去做，家亲观想啊。相亲相爱，一定爱甲伊讲。咱拢来去极乐世界去，才会当永远做伙啊！伫这个世间未用呢，人死了，各人去各个所在去投胎，未阁再拄着咯。若是讲阁拄着嘛，未认你咯。去极乐世界真好啊！去极乐世界永远斗阵啦！哪个现在亲人永远做伙，那过去生生世世亲人拢会当啊做伙。这是事实啊，这不是梦想。
这是啊，真的啊，到好极乐世界都会明心见性，都是发心菩萨。发心菩萨的天眼会观变化界、虚空界，把无空界为最障碍。发心菩萨的宿命通，无始劫以来，到到现在，伊拢总知影，生生世世啊，无一项伊未明了的。智慧神通道力拢作现前啊，以这个无障碍、自由自在、上求佛道、下化众生啊，家己的身体伫叫世界无离开啊，会当同时。分身无量无边，到一切诸佛刹土内面去拜佛、供养、修福、听经闻法、受慧、福慧双修啊，无中断。这好的所在，现在这个机会拄到了，你若无把这机会抓掉的，你会。有悔啊，有悔敌啊，为父咯。那你那是真正有聪明，真正有智慧，马上给伊抓掉的。决定啊，未甲放松。我听你讲的啊，分秒必争啊，一分一秒时间唔通可以扛过啊。分分秒秒都嘛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丢啊！说话音声处处听到啊，如上种种口业下报，该地下团。咱的口业最重啊，先靠一三业，凡上盖最就是口业。无始劫以来，无论你的语言是善是恶，拢总是造业。那善言甘。三千多啊，恶言啊，甘三恶多，这做六道轮回啊，六道轮回对对来，三业善恶诸作变现出来啊，也念阿弥陀佛，所有善恶业拢未做咯。啊，所以讲，该得下团啊，下偷窥该毒，给你口业该毒，偷窥咯，脱是脱离六道轮回，六道轮回是真苦啊。佛菩萨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是为帮助众生脱离六道啊，脱离十方界啊，离究竟苦得究竟乐，这是佛法教学的宗旨啊。无法教那个目标啊！你如来家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就是如来家。
阿弥陀佛如来之家，入如来家比经得平等口业，心口意拢得到咯，平等的心业，平等的口业，平等的意业，系什么境界？大般若盘境界啊！啊，三业顺境顺现，是故极乐国人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得闻种种法音，因得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佛说法，菩萨说法，六尘说法，无一项未说法。说什么法呢？你想要听什么法，伊就会跟你讲什么法。自在无碍呀，啊！你听到发音，都得到清净心，都正常清净心，得平等心，啊，正常的平等心，一心清净，远离分别。啊、心无念污就是清净，心无分别就是平等，净地无瑕了。那净地就是真行到极处啊，无邪念，无偏见，毕竟。得如来平等口业，国我的平等，这位是贪婪法师讲的，唔念做老技师。甲咱做了补充说明，真是不虚啊！咱会当相信啊！由《法华科注》第四卷内面有对无平等的解释，那平等有理。一家法平等，这中道理啊，一家众生平等，这一切众生同得福慧，咱在这世界来修真困难。古代的马耀大师跟人讲，这个话不是发明的，佛性显现，真多人都嘛在讲。中国古人有所谓“家和万事兴”。啊，看这家庭的兴衰啊，这家庭的兴旺，也是衰灭呢。啊，看什么？看这家人会好未？
一家人拢会和睦相处、相亲相爱、互相关怀、互相照顾、互助合作、决定兴旺。团体嘛是安尼，那所有团体内面，有加工的团体，最小团体四个人生活做伙咧，一个众。这是华民俗叫众，众是啊众多的意思，不是单独一个人，四个人以上叫做众。你看咱三规内底，规精众中尊，众的团体，精团，这个人的团体叫做精团。精团的所有一切团体内底。伊也是最尊贵的，为什么伊和睦啊？那伊修了好经，所以咧，一切团体内底拢嘛比袂着这个人团体。伊那修建好动盖，盖好动修，心动住，口无精。以动业，利动根，利就是物质的生活。这平等呢，这款的团体是一切团体里面最好的团体，连环的团体。啊，佛家精团出现的世间。表演和社会大众看，和社会大众大家拢感悟，家庭你一家四个人，你就学精团啦。啊，公司行好，嘛爱学精团。啊，咱这个协会嘛是这社团，拢爱修六合敬。而且什么兴旺啊？哪公是建好动盖，有大家想法看法一致的。大家受到经教的一个分析吗？慢慢的讲哦。体会到六祖坛经里面所讲的不计诸行人生万法，体会到什么？一切万法咱是啊一体啊，咱对一体未分别，有了别，要是清清楚楚、明明了了。譬如讲，咱一个人，咱一个人的身体会当分作头部、啊手呢，手唔是头，手嘛唔是脚。个人有个人的作用，个人有个人的差别啦。目睭会看，袂当听。耳孔会听，看不到，这就是说咱拢总明了，咱无分别，咱是一家，是一体，未相怕。嘴齿甲嘴齿是一体，嘴齿甲嘴齿是无同啊，个人管个人的代志，有时阵啊无小心，嘴齿甲嘴齿夹破，嘴齿都无讲要报仇。无万分，为什么一体啊？
文化公这叫了别啦，不是分别。如果那是讲有分别呢？话就衰咯，不是兴衰啊，不是兴旺，不是兴衰，对兴旺兴衰拨落来了，向下面降落去啊，也算好啦，有分别，也未冤家。对于分别更加严重的呢？对起是非啊，有批评咯。每一个人看法不同咯，任何同解都无咯。要有解好同修，会通维持一阵嘛，到大家都维持解咯，彼此互相批评咯。彼此互相争夺咯，这就衰咯。那强烈的斗争，互利灭亡，对愈来愈近啦。那到最后变作竞争、斗争、战争，那就毁灭咯。家那就这种情形，家都无去咯。那一个公司团体行号来对，头家跟员工发生了这块摩擦，这个公司未久长呀。那必定的衰败，那社会。地球马霞尼，要安怎救呢？你看释迦牟尼佛，一心教学，把宇宙的真相，一切法的真相。讲清楚，讲明白，大家讲我咯。讲我了安怎？讲我了也未过再执着，未过分别，未执着咧，就是阿罗汉的讲我。未分别，就是菩萨的讲我。到最后，连起心动念都拢无咯。那是啊，诸佛如来的感悟了，这个好，这个、最后结局回归诸心，个变化界啊，虚空界永生一体啊，都、就是啊，净土的啊，相即功啊，功名便教啊。世出世间一切法，到大乘才究竟圆满。所以呢，这就平等。呀，平等呢，《法华科注》第四内底有讲，第一类是法，法是中道理呀，这是平等的。第二个众生，一切众生同得佛慧。佛的华严经上讲，一切众生本来具足如来智慧德相啊，那伊的原文就是。一切众生皆有如来的智慧德相，本来具足的啊。
若先佛落到正着圆满，无讲即个佛比迄个佛较悬一点啊，迄个佛比即个佛差一点啊，无即款现象平等呢。啊，佛佛道同，佛佛平等。那众生跟佛是平等的，但是众生伊是咧迷啦，佛是觉啊，因为迷悟啦，所以造成不平等，现出佛是高高在上。那众生对地的十法界啊，去六道轮回。那讲，跟你讲真话，十法界六道轮回，甲伊真法界甲自性完全平等，这话听无啦，这事实真相。所以佛菩萨为什么遐贪恋呢？以了解事实真相，咱感觉真奇怪，是因为咱若未了解事实真相，那事实真相佛讲真多咯，咱嘛听真多，但是听无啊。那事实真相都是一句话：心显色变啊。的事例，那变化界啊，虚空界，无量无边之法，无量无边的现象，不是用这个法做代表。现在科学家用现象。现象都是法，那现象里面啊，分作三大类，有是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。啊，大乘教里面嘛，该分作三大类：境界上都是物质现象，转向都是精神现象。转什么？转变物质啊！物质是由意念产生的，所以意念会当改变物质现象。现在科学对于这件代志真时髦，研究人真多，这是好代志啊！真正发现啊，这个。意念的啊，能量不可思议。我教讲一个比如，咱人的念头真正给伊集中到一位，咱念头散乱，何必乱想杂念，变成这个物件，所以伊的能量看未到。那是给伊集中在一点顶面，伊讲这个能量会当啊，加。这个太空当中星球运行的轨道改变，这么大的能量，就是说没人做会到，佛做到了，佛菩萨就靠这个啊，伊为什么对于整个宇宙拢了解，拢清楚？啊！而且在整个宇宙里面，伊一点障碍都无，靠什么能量？啊，就是这念头能量，伊个念头集中到一点，啊，集中到上界水迄点，愈水力量愈大，能量愈大，你会当啊了解整个宇宙，会当控制整个宇宙，
未受着宇宙任何一物的干扰啊，这人叫做佛啊。啊，所以佛是什么？六十年前，邓东美先生给我介绍，佛是啊世界上最伟大哲学家。我通过六十年学习，这样讲，佛是宇宙之间最伟大的科学家。啊，科学哲学的大圆满，就是佛陀。你修到了，啊，境随心转啊，物质环境对着咱的念头的转呢，八地以上拢总有这能力，这不是用讲的，伊真正做会到啊。啊，大乘菩萨修行的戒位，五十二个，像读书同款，对一年级到五十二年级，五十二年级是毕业班，就成佛了。啊，五十二年级也阁是。学生啊，五十二年级是分啊，这个来对分做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、五十个。啊，学会的人，家己都爱知影地位。我现在在五十二的地位里面是哪一个地位？这个叫认识家己啊！我顶面要有地位，我要向上提升，这是自行。啊，五万这多无咯。啊，因为怎样讲法是平等的，一切众生早晚拢嘛会去证到究竟圆满。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啦，一切众生当然会成佛啦。只是啊，时间早晚不同啊，所以功过我们这道分别的心就断去了。平等心就现前了，平等的爱心，平等的慈悲，平等的智慧，无一项未平等。下面是念头的解释，就是解释《法华科注》顶面的这几句话：一者，平等是中道之理体；心不平，心不定，这是啊，凡夫，这是圣人啊。啊，圣人的心平，圣人的心定，叮咚啊，一切法。啊，为什么一切法是自性变现？譬如讲，一个古人讲的啊，以金作器啊，器器皆金。啊，这个气呢，
是一卡金的手指，迄、那个气呢是一金的手环，佮看一边，迄是金的破链，无同啊。但是看伊这个质料，拢总是同款，拢是金，这就平等咯。重量啊，同款，价钱同款啊，唔管是倒一个模样啊啊，伊啊是叮咚啊。啊！伊无过下之分啊！咱家这黄金比作主星，家这现象比作万物啊！物的体拢是主星变现，任何一法看伊体是主星，得平等咯。啊，咱人是不是能跟动物平等？平等啊！为什么拢是自性变的？那上界水的动物，一只狗虾，一只蚊啊，跟咱是不是平等呢？平等啊！完全平等，跟我的人啊，明了事实真相啊，所以对一切万事万物也生起慈悲心，平等的慈悲心，清净的慈悲心。难得啊！其他世界的人，大家拢觉悟，无一个无觉悟的。无觉悟的人，就未生去其他世界。生去其他世界，拢总觉悟，拢总明白这个道理。其他世界的人的心，完全共款。所以的六合经第一见好同解的心是同款的，见的动力是同款的啊。怎样说一切法都是自性，对自性哪会说未够尊重呢？对自性哪会说未自卑呢？对自性哪会讲未团结？为什么极乐世界一切诸佛刹土拢修了好经？为什么今日要讲伊呢？伊真正无讲啊！也是六合当中的六合啊！啊，六合当中不必殊胜第一，佛是现在的十法界教化一切众生。理念是什么呢？啊，通常啊所讲的，能助众生离苦得乐，这是佛陀教育的宗旨啊。无别行，未为着家己的名门利用，只有一个目的啊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那离切苦得到一切乐，
啊，离究竟苦得到究竟乐，这是佛法啦。啊，那无爱佛法呢？结果是什么？你得到究竟苦，得到一切苦，你什么乐拢得未到？这些苦，来世比这些更加苦，你就永远苦到底。你若想要得到乐，除佛以外，你得不到乐。为什么？乐嘛是感悟三性的，苦呢是未歇三性的，你未歇颠倒，永远的受苦，你无感悟。佛是啊，教人感悟，感悟呢，你就得到乐。啊，一切时，一切处，你都无为乐嘅。纯净嘅境，善恶缘，跟你都无相干啦。啊，所以你会啊，欢喜充满啦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怎样讲？一切缘是假啊，唔是真呢？未藏在心内，未藏在心内，心内都无苦咯。啊，个大乘佛法藏在心内，个叫做世界藏在心内，啊，真乐啊，就是安尼生啊。那是讲未当离苦得乐，我有福就要创什么呢？我这一生也无想要升官，无想要发财，在些名利啊，甲我拢嘛无相干。我连边也未去目掉。为什么？那是苦呢？那不是乐啊？那物件是未歇又歇人，但是你一个入去的境界啊，你苦不堪言，你未当回头。我这是早年去拄到的，早年不是讲对佛教去拄到。那是对宿命啦，啊，中国俗语都有讲，佛烧香敬宿命，好家人庙里去烧香求菩萨保庇，发大财做大官，善恰人知影家己无这命，提升了先去升官命。啊，我这个概念是对算命来对生的啊。算命一个讲的不一定会相信，一个三个五个十个八个，因咧讲的啊，大部分拢同款的，这个我就相信啦。这个算命先生拢无熟悉，因都唔捌见过面啦。啊，甲我讲这四神啊，八字，讲啊真有道理。啊，我家己啊，算我这个命，命真遐不是好命。是什么命呢？乞丐的命啦。国家其实给人分做十个等级，最上上是帝王，最下下就是乞丐了。我这名是乞丐的名，而且还短命，寿命只有45岁。
阮厝诶内底长辈有一个是乞食啦。那是阮老爸大兄，我阿伯啊，伊先偷饭啊，45岁就死咯。啊，我的命甲伊差不多。伊嘛是姓土的，大我三轮啊。这个名决定的啊，名来都无在乎，名来都无地位。你做官，你名来对啊，无官印，也就是讲有官印的迄个官，你做袂到。船长也是有这个官印，换一句话讲。船长无你的份，你无官印啊！你这样能做幕僚，啊，别人指挥，帮助别人，这个会用你啊，家己无官运。我这算真多咯，总合起来了后，我完全接受，完全相信。无，啊！无想到讲到26岁拄着佛法，拄着张家大师，张家大师劝我出家，劝我学释迦牟尼佛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有观音啦，一旦掉无爱啦。啊，伊是王子，伊若无出家，继承王位。19岁出家，放弃王位的啦，继承权。伊从什么去做乞食？印度出家人乞食，就是过乞食的生活。日中一食，三衣一钵。啊，所以迄当时张家大师劝我的时阵，我听到这个话，心就动了，我无讲出来。我咧想讲，无听到这条路是我这一生爱行的路，我听话，我接受了。啊，33岁出家。26岁学佛，出家我教佛学院，就开始讲经，经参佛师法会我都无参加的。啊！我出家缘真特别，那讲是出名这老和尚，我低头出家想要学经教，未赞成的啊，未讲修外。我出家拄着少年的法师师父，伊教我一下，嘛真爱读书，爱研究经教。啊，阮做伙常常往来，大概半年外，志同道合。伊啊，甲我剃度，剃度到第二年，伊就还俗咯，我麻烦就来咯。庙内都有新的主持，啊，新主持对我的做法咧，伊都无赞成。啊！伊劝我学经参佛师，学做法会，法会内底学做和尚啊。我讲这不是我出家的意思。
啊，我出家都唔是讲要发这个愿啦、啊。啊，所以伫最后，最后，寺庙都无法阁大落去咯。我的寺庙大一年外，甲老和尚过家。去台中继续学经教，以前学的小普经、大普经，我拢无看到。等来到台中学一部大普经，那是相当易咯。结果我回去的时阵，伊就甲我讲，对我真无客气了。连出家人也阁想要回来哦，我听这句话都唔对咯。怎样讲，伊都唔好啊！转去到以后，台湾所有寺庙拢嘛唔收留我。我就知影讲，这个代志严重啦。伫台中，伊老师主攻图书馆住十年啊，无地去啊。初初出家，无人知影呢，无好法啦。迄、那个日子苦不堪言啦，该知我也有教，有大神经教，逐工对着只鞋，把气充满。甲明仔日子要安怎过，拢甲未记哩，根本都无咧想明仔载，无想明年随在一起啊。刚才张家大师啊，教我一句话：你的一生有啊，佛菩萨给你照顾，你免操什么心。我接受了。啊，我真正相信讲，我这一生拢总是佛菩萨安排。所以啊，欢喜啊，家己一点啊拢未去操心。看起来那就走投无路，哎，一个特殊一面出现咯。啊，我相信以后若要出家，要行我这条路的是无太可能的。这条路不是普通人伫咧行的，特殊一面呐。啊！我这六十年都留伫倒位，伫全世界啊，倒位邀请我就去一下啦。来时间拢无长，上短是一礼拜十天，上长的未超过一个月。四季流浪啊，过一种日子啊，有遐侪人邀请。都是一个人有这款的发言呢，啊，所以我了解啊，家己的命运，一生未去道场，啊，挂单，艺术道场，艺术引导的来对。在外国拢嘛住伫基督教岛内底，一礼拜十天就离开咯。四个做人客，未去做主啊。客随主便，行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。你先是安尼先过来啊。啊！我会保持这世人未改变。啊！上方对我的供养未少，你是宗家大师教我，在乎对对来，
命来对卫生无钱财，继续生中诞生，唔听报喜。古伯啊，我明白了，要变怎报喜啊？有偌济报喜偌济？你上下大师教我的，尽心尽力啊，都是圆满的报喜。古伯呢是在乎，真正有啊。但是呢，我甲这个供养啊，是方对我的这个供养，拢总做啊应经布施。啊，这是我学印光法师的。这个、老人是方供养，无做别项代志，一生只做一项代志。伊啊，办这个红画家。实在讲，就是啊，印刷厂、书局。那西方供养都是做这项代志，啊，印经、布施、经论、简书，有益有世道人心的，伊都做这个。估计这个什么都无做。啊，重大灾难，应经的款项的来对，都提出一部分来赈灾。那刚起是无提这个钱，改善家己的生活，无啊。这是咱的榜样啊！我一生学这个老人。啊，所以你若是去问我印经啊，印偌济呢？我会当啊讲一句不计其数，我唔知道有偌济，我只知道是真济真济，有钱啊都印。啊，大藏经接近啊一万套，你送的啊，这大波头的。中国传统文化来对诸佛专书诸佛回邀，我是甲别人买呀。诸佛专书商务印书馆出版呢，我买了102套，啊，一套50,000美金，买102套，啊，510万美金。思考会要呢，我该买了270套。买来创什么？分送给全世界国家图书馆、大学的图书馆，给伊拿收藏。目的是惊伊失传，咱人来了不拿无去，要安怎呢？真正是人类的贵宝啊！地球全人类都惊伊为失咯。这个战乱哪讲是毁掉咯？呀，人啊，永远都看未到光明咯。所以呢，我为着要甲保存。希望在动乱的当中，整个世界动乱总有几套啊留下来，目的是这地。啊，见到场共争，有一挂渣泥碟。华中图书馆出街，韩英技术一收留的，啊，一改新了后，
我就离开这个道场。有二十几个出家人，无地去啊，如何？我伫澳洲有只缘，啊，伫澳洲建立一个净宗学院，为了因建的啊，今年十一年咯。我阁挂院长的名义办代志方便呢。啊，我甲澳洲的总理、昆士兰州的州长、市长拢真熟，办代志方便呢。啊，伫澳大利亚，得到政府的协助，帮助澳洲的政府团结宗教、团结族群，这个缘分啊，甲学校密切合作，甲大学啊。澳洲甲这两项代志，拢互大学来去执行啊，所以你甲学校校长都真熟。啊，九一一事件爆发了后，昆士兰大学邀请我，甲湖滨学院即个老师因举行两摆座谈会。研究公民按转来化解冲突，帮助世界恢复安定和平，这款的组队啊，我甲佛法甲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的理念文化经验，我阁知影一挂，甲大家做报告。校长啊，听了后真感动，认为讲真有道理，就邀请我代表学校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。我走向联合国是这个缘分啦，这都嘛是想象未到呀。啊，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，联合国的标准是都要有博士学位，有大学教授的身份，才会当去参加。两个学校呢，昆士兰大学。吉利辉斯大学，因送给我博士学位，聘请我去做因的学校的教授，我就有这个头衔代表学校，在联合国来做报告。这个会议前后大概参加了将近的十摆。啊，也佫有一寡在国际上的和平活动，毋是归联合国主办的，我嘛去参加几落摆，总共参加十几摆。啊，这些大概眼界啊，互我了解到全世界一寡问题。本来咱有福的人。对这个是一无所知，尤其啊，我是未看报纸、无看杂志的，无看电视广播，五十多年，会当讲我对于这个世间的事物是非常的生分。
啊，伫联合国都看到足侪足侪物件，我感觉就真正奇怪，嘛，我感觉就真担忧。现在的甲乌会这朋友、朋友，我熟悉真侪人。几乎是无一个真正会当啊，相信讲这个世界也过会恢复和平。啊，我这十几摆回忆，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感受，就是讲地球上的这个人民、专家、学者，对于世界安定和平失去信心。佮包括一寡国家领导人，啊，我听你讲这是啊危机的核心，啊，要安怎化解？无容易啊！我咧做报告，伊听听真欢喜，嘛拍扑啊，嘛赞叹，但是报告完了后，大家到底在吃饭，到底在开讲，他就问我说，林法师，你说得真好，这是理想，这不可能落实啊。无人会相信啊。外国人不相信，我理解为什么中国人自己无爱滴了，无爱传统物件，全盘西化向外国人学。中国人对于自己的传统拢总是出问题啊！唔相信老祖宗的物件，唔相信中国文化也过会。有作用，人家拢是迷信，拢是过去帝王专制欺骗啦，老百姓物件，无像是好物件，应该专盘好定啊！宗教是迷信，马克思讲的，是人民的鸦片啦，拢总爱给消灭。这想法咧，对啊。造成世界大灾难啊！要何世人会当啊相信中国传统文化也有路用？唯一的一个方法啦、啊，提证据来啊！你讲有路用，有什么证明啊？所以逼着我要去做一个实验。2005年到2008年，我伫家乡汤池的小镇办一个文化教育中心啊，就是做实验的。啊，这个实验做成功，真紧就成功，我家己嘛无想到。啊，我甲这批老师。三十外老师，我自己的想法总是爱加这个两年到三年，才会去看到一点啊效果。啊，感化这个小镇，无想到讲，他无四个月，小镇的这个变化，我感觉非常的着惊。人心反省了，无爱过去做不善的代志。啊，所以我甲老师因讲，咱千万啊唔通孤功，这唔是咱的智慧啊、德行啊、能力做会当啊做出来，是甚么呢？是当地人民的合作听话。咱家己完全听明白，
反正真正做到做出来这個成绩啊，我讲祖宗的指定。人民的合作才有这个成绩啊。所以2005年啊，也都是讲，咱家做5个月啊，我都接到联合国的通知，联合国有一张邀请函，邀请我5月在巴黎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个总部办一大型的活动，这个活动是要纪念释迦牟尼佛2559年，主题是佛教对世界人类的贡献。联合国从来都唔捌办过宗教活动。啊，我咧想，这拢嘛是中阿大师讲的，佛菩萨安排啊，这无可能的代志啊。我接到这通知，我俩做讲别人咧甲我讲滚笑，派3个人今日啊过去探听看卖，是真的还是假？结果去了后，因讲是真的，他突然甲我讲，因邀请的就是。泰国啊，泰国是以佛教作为国教，泰国的大使推荐我，哦，教科文组织总部邀请我去参加这主办单位，啊，所以那摆主办单位是有我的。啊！因对我真尊重，讲我排伫个第二个，第一个是联合国，第二个就是我这单位，我讲袂用你啊！我甲因讲，我讲我主台去，安尼啊对我是真不利，所以我就甲排伫第五，排伫最后，甲泰国排伫第二。啊，但是呢，整个的活动啊，员工就是咱的包办的，咱的这个义工多啊，这人的人数真足啊，就这个活动就是咱的包办呢，就非常成功。啊，当地小镇的成就呢，来向世界来宣布，同时。参加联合国啊，教科文组织的国家地区的代表是一共193，啊，192，啊，现在是195，啊，我今年5月第二次参加这活动，有啊，195个国家大赛。大使代表，啊，即摆我参加这个活动，那就是无完全出席，有160个国家，这些代表我拢有见面，啊，所以都要有证据啊。这个喜欢你做成功，我念念都想着讲，如果何过来扩大一点啊，创一个喜欢城市。这个喜欢城市，无想着讲澳洲杜文巴就出来了，所以这摆5月，我嘛要要求联合国发邀请函，邀请因出席。来参加和多文巴的市长关昆苏兰州的这个
马元甲所有诶宗教代表，伫联合国内做一详细报告。多文巴是由宗教带头，政府来协助。在组织的世界上头一个多元啊文化和海示范城市，也就成功了。而且非常有意义啊！多文巴今年九月、十一月有两个活动。邀请联合国的大使去参观，去实地考察。这个城市做这个真正有意义的，这个城市居民120,000人，有80多个族群，无同的族群，有100多种无同的语言，真正是多元文化啦。10几个宗教会当带。智慧啊，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互相关怀，互助合作，像兄弟姊妹同款，非常有意义啊！啊，这个示范城市就成功咯，开放予全世界的人拢来这所在来观光旅游。考察、学习，系希望这款的城市伫全世界各地拢嘛会带动，这个、意义就真大咯。啊，个扩大咧，希望这示范的国家，这个国家无想到。去年11月，无意当中拄到斯里兰卡。斯里兰卡是一个佛教国家，伊个佛教甲别个国家无同，伊个佛教落实咯，全民落实，非常难得啦。啊，别个所在佛教。是口头上讲的，也无做到。因的三规五戒十善，八关斋戒，全国人民拢做到了。啊，出家人呢？啊，五戒十善，沙弥十戒、比丘戒，拢总落实。啊，也过是咧记着释迦牟尼佛当时，也就是2500年前的佛教啊，生活方式。啊，这个国家有两派，一派也是住伫树那的内底，树下一宿，住伫山洞内底，或者小洞，一个人一个小洞。啊，清修的啊，寺院呢，10,000外间，寺院内面无厨房，因的日中一时，每一个寺庙拢冇护法团，由技师组织起来，每天中昼去送菜饭，去送因。现在伊唔免出来托钵，嘛 BQ 也个是非常的啊守规矩，身躯是无半线，不持金钱戒啊，因啊遵守。这个出家人去外面呢，坐公共巴士，因拢唔免买票，大家知影我伊身躯无钱。可以钱伊都未接受，啊！新奇嘅学校就是讲
礼拜日，所有人民、居民都得要去受，就受一顿佛陀的教学。啊，寺庙拢总开放，啊，学生呢是学校规定的，伫学校的学生礼拜日一定爱去寺庙接受佛教的教育。那所以每一礼拜日你去寺庙去参观，都嘛坐甲满满啦。啊，我无通知学校，听讲这款代志去附近找个寺庙去看卖，这入去3000多人啊。啊，这个出家人都是因的老师啊，这个出家人为一群。200人一群啊，迄个出家人伊迄个各位一群，总共有十几群3000人。啊，所以因的佛陀教育就是咯，迄是一个以佛教治理的国家，以佛教治国。我以前捌听讲。唔捌看到，无想到讲去到斯里兰卡，现在也阁是佛教的帝国，啊，已经是有2300年的历史了。分别到了后300年，阿育王，你查某囝，甲佛教传来到斯里兰卡。一直到今天你都无改变，所以来到斯里兰卡，就仿佛回来到，我的感觉就是回来到80年前。我细汉是住伫农村，迄个是农村乡镇、乡镇、乡市，现在斯里兰卡就像迄个时阵同款。无讲的就讲，迄个时阵啊，无汽车，现在啊，汽车真多，嘛有开一条这个公路。较早呢是马车、牛车，这个所以这个路啊是这个交通的工具，迄个现在看无咯。啊，非常的可爱啊！人民的生活真正清苦，但是非常快乐，比较享乐啊，无竞争的心。戒律，正规，大家拢嘛尊重，大家拢愿意遵守啊，真少破戒，犯规的真少。啊！我看到的时阵，我头一摆去，我伫遐过大高日，我看了非常满意。我甲总统建议，那因为修行，希望心量拓开，当啊包容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。因为佛法伫这个世界看到滴咩，大概滴咩消灭咯。啊，斯里兰卡是不是甲佛教兴旺起来呢？世尊的教学，我讲的这个三个大系，南传的啦，巴利文系，北传呢，伫亚洲的这代，中国啦、日本、韩国、蒙古啊，中国的。东北啊，这是汉语系啊。等到西藏的藏语系，这三大系，是不是当搞拢中，给呀复兴起来？
在斯里兰卡建一个佛教大学呢？我迄个时阵想的，建了一个这款的佛教大学，甲佛陀所教的这个物件，拢总伫这大学内底来回复。总统讲，都伫个斯里兰卡来做啊。啊，另外一个建议，我想要建一个宗教大学，团结全世界宗教，每一个宗教设立一个学院。对啊，这个大学的宗旨是要团结宗教，共同学习，就是互相爱学习。啊，目的呢是咩？化解冲突，化解啊一切冲突啦、啊。促进社会永续安定和谐，总统是也就答应，隆重伫斯里兰卡来做。啊，今年我参加巴黎活动了后，去斯里兰卡讲经，人个真正个整个计划做出来了。我伫遐参加伊个即布托。啊，登基的这个仪式应该是伫个即一两个月就会开工，两年就起好了。啊，这个学校起好了后呢，这个学校就是宗教大学了。我讲，我全心全力来支持你啊！十方三外的这个供养，我就未应经咯。啊，全部供养学校，和恁做这个建校的这个基金。我家己一仙钱都无爱，才做戏咯。我只会当做护法啦。我想着我跟你讲，你那个招戏，啊，伊个国师跟我交情真好啊。斯里兰卡国师永帝玛法师啊，我该熟悉二十多年。伊在台湾留学，都住伫我小道场。伊啊，住伫十一楼啊，我住伫八楼。我还受得真衰，伊都无嫌，伫遐住二十多年。啊，邀请我去因个国家去参观。总统对我非常礼遇，我访问高岗，阮有见四百面。头一摆是到第迄天，伊用满言来招待我，阮开讲了三点钟，这就是伊对我国师的一个信任。国师跟我熟识有二十多年。所以对我真了解啊！这个国家是以佛教帝国，啊，全世界人若是讲要看佛教，就来斯里兰卡一大几工啊，也就是访问、观光啊、旅游。啊、我相信呢，这两间大学成功建好了后，斯里兰卡观光旅游的人会络绎不绝。来创什么？来研究宗教，来学习佛教。啊，咱必须得要有一个大的接待中心。啊，都亲像。这几年来办这个工作论坛这款的活动啊，咱爱有大的讲堂
会当啊容纳一千人，石岗堂容纳三四百人，还有四五个啊，大岗堂容纳一千人，连小岗堂做一个加起来会当容纳两千人。需要这款的场地，需要啊房间，所以这个活动中心，我给它好这名叫做阿弥陀佛大饭店。那用饭店啊这款的方法来经营啊，伊就是大旅馆啊。那内面有四百个房间。一个房间带两个人，就带八百人。啊，照这理想去做，这内面啊，有家己的卫星电视台，有网络，会让啊对全世界来播送。每天的活动拢是播向全世界，每一个所在拢会当收看。啊，总统听到真欢喜啊，非常的欢喜啊！啊，这地都是非移民国家，因啊未要接受移民，为什么？国家领土无讲真大，那讲接受了，惊将来移民的人就多了，把家己人拢赶走，因要保持。原始佛教，佛教伫迄地两千啊三百年咯，无改变。希望啊延续传落去，未改变啦。所以因无咧惊商业化啦，科学技术因嘛无爱。啊，因啊保持着家己诶生活诶方式，现在咧接受咧，就是港口啊。飞机场、甲高速公路啊，大概各修一条高速的铁路，其他伊拢无要发电，是好代志啊！文化大国，宗教文化大国，佛教的文化大国啊，这里面宗教是好海。每一个宗教平等对待，而且佛教活动，其他的宗教也会来参加。啊，我伫迄边的活动，都真侪印度教、天主教、伊斯兰教，因的这个长老、信徒来参加阮的活动。那真值得啦，咱来去参观，值得咱啊来去学习啊。伫迄地看到佛海稳定，啊，正直平等，人心善良，另外小朋友满面的。笑容啊，天真啊，浪漫啊，因的学校是免交学费的。因人去读书，对小学到大学国家来负担。我问总统，恁国家的开销是不是教育排在第一的？伊讲是啊，但是国家是军事啊，排在第一。科技排在第一，因那是教育排在第一，所以小朋友去学校是有制服，无论这个贫富，大家拢是同款的这个服装。食饭呢，拢是公家付的钱，免家己纳费，食是同款，穿的是同款，平等待遇啊！你那对细汉都未讲有。这个比较，我较好业，我有五万的习气，这下无，因是平等的。家庭有好业甲善恰，
你们好好去平定，这好啊，真难得啊。这是我几落十年前都有这款的想法啦。我记得我十四岁时我失学，为什么失学？出来散啦、啊。人讲去学校唔免去交学费，我都无问题了。所以迄个时阵，我就想着讲，那是一个国家教育，教育是由国家来负担，啊，完全是公费。啊，善车的囡仔都有机会来读书咯，只要好好读，对小学到大学国家来负担。啊，钱最多来，我想着一个国家征收国民的一个教育官。你一个月这收入十分之一，作为这个国家的教育官，不管你有囡仔无，拢总爱负担，是为着咱国家的一代。我十四个时阵都有这个想法啦，我想着我伫书里人卡看到，非常的欢喜啊，真正落实咯，这就是。朱立人卡无适合的，你懂啊？无啊！有伊你家己唔肯读书，唔免交学费啊！生活费用国家拢负担啊！最理想的教育制度。啊、所以我希望讲，这三个大建筑，两个大学，一个活动中心，会当真紧来做成。因落成呢，我发一个心。那讲我还有寿命，我愿意伫遐住一年，讲一部无量寿经，一天四小时，三百天讲完满。啊，作为我对因的祝福啊，啊，今仔日时间到了，咱就学习到这地。